来，我跟你讲，龙虎武是入门，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你是可以大有作为。 佳佳，听老爸说，龙虎武师是靠动作绝对圈里的地位，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。好了好了，起来了起来了，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。试图要当龙虎武师了，没有退缩，没有胆怯，来。 我们再训练他第二个动作。不不不，住住，我怕他真踢你。哎，哦，你死定。比心。等等等等，大哥，咱们一起拍戏吧，我的戏。